迷你世界中最特殊的皮肤拉莎，他没有换装标识，但是他在迷你世界中却拥有二级形态。你们难道不好奇拉莎的二级形态长什么样子吗？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非常喜欢拉莎，那么请为他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拉莎在游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没有换装标志的，并且换装标志一般在人物头像的右侧，他是没有的。而我们发现叶小龙的右侧是有换装标识的，并且他的换装武士游龙也是非常的帅气。而且月无双他也有换装标识，他的换装是龙响无双，并且换装以后的皮肤他们的威力都非常的强大。当我们点击换装皮肤就看到了龙响无双。那么拉莎尔的换装皮肤究竟长什么样子？这是他隐藏的二级形态，很少有人发现。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拉莎尔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他的二级形态出现了，但是有点奇怪，居然是面无表情。所以说迷你世界中的拉莎他是有二级形态的，不过这个二级形态很难被人发现，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吗？